147美国纽约西敏寺狗展，来自全球3000多只各式各样的名犬进行技艺表演和比赛，是猫小孩界的年度盛会。每只参赛名犬都被呵护得无微不至。新闻最后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模样。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黄玉兰，祝您平安顺心，我们再会。